朋友讲，伊即马拢伫咧林家陂看妹妹，欣赏淡水河美景，有影无？所以我就来个淡水来个求证一下。其实在 FB 上面，我也看到很多我们共同的朋友开始在分享他在这里开的一间咖啡厅的相片，所以我越想要来。哦，头家家己去，家己欢迎光临的对啊。欢迎光临。哎，这秘书我嘛要光临，我欢迎。一楼就是在做我们的伴手礼区。哦。那目前为止，我们做一个展场式的陈设。啊，这牛轧糖是安那淡水特别有的哦。我来到淡水，所以特地就做了一个淡水的这个图形。那这淡水就是让这边的游客啊，能够，这边有些观光客啊，买回去有淡水的纪念。嗯。一只凤。哦，凤梨酥在上面哦，它改多一只凤。四个面合起来就一只凤。嗯。做一个是客家的那个小碎花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来这里三米天。啊，这里是凤梨酥。哦，也是凤梨酥。嗯。在外包装上面做一个这个客家的那个小碎花的那种。所以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了哈。是。好了，这些是阿里山红茶。阿里山的蜜香红茶。哎。这个绿茶，玫瑰绿茶。哦。这个是乌龙茶。手工饼干，五种口味。哦，六种口味。六种。六种。伯爵茶，六种口味。还是啉茶先配的对啊。待会可以试。哎呦，还够有影呢！下淡淡伊伫老个咖啡厅，啊，看到来来往往的游客，啊，先刷下当淡只欣赏淡水河的美景呢。所以这里有什么好吃的？你要吃甜的还是咸的？甜的跟咸的都可以啊。我这边要咸，先吃啥较紧？吃咸的。没有。黑胡椒火鸡肉三明治好吗？哦，来，今晚万水波要点了，所以万水波讲啥就啥。好、啊，我们做一个那个黑胡椒火鸡肉三明治。来，咱先来介绍你的 logo 啦，哈。哎，啊，主 S S， 哎 ，Pure Space， 啊，为什么意思？主要是 CI，Return to Innocence， 嗯嗯，啊，回归到自然的地方啦，嗯、天真哈、啊哦，无邪，天真无邪，啊不，啊想你怎么不天真无邪？年纪越大，越需要一些天真无邪的想法。哎，阿、啊、你，我知道这的风景拢非常水嘛，哈、哦，阿、啊、你同说，现在找一家算一间。这间的头边，以前是嘛是开餐厅啊，开两年外不开啊。啊，我来到这的时阵，本来嘛是想要做一个伴手礼的店面。嘿嘿。啊，不过伊甲我讲吼，伊的二楼真水，吼，会使起看卖。哦。我是起看讲，哇，这样好的风景。这样好的风景，讲，你做餐厅怕算，爱做咖啡厅才会水。对对对，啊，爱食好料的吼，物件佫爱做料安尼，很有气质的物件出来。这看了真舒服，下晡来做一下，冲一下下午茶。阿姐，老实讲，这什么时阵来的？迄个风景上水。那种下晡时啊，吼。
下晡时，其实安尼讲，因为咱是十一点才开始开啦。对。啊，若无若要早起时啊，早起时啊，景物无同款。啊，早起时啊，景物。早起时啊，你才看到迄咱迄观音山顶头的山岚，足水的。哦。哦，顶头早晨的雾气，山岚的足水的。哦。哦，啊，到下晡的时阵哦，咱来看咱的迄个夕阳。哦，看夕阳。台湾八景之一。对。啊，夕阳。淡水夕照。啊。淡水夕照。啊。可以说世界同水的一个景点。啊，你开多久了这间？我这才第三礼拜。才第三礼拜而已，哎呦！是平地咖啡嘛？是平地咖啡。哎呦，还有饼干哦。楼下买的那些。哦。好吃就好。这个 logo 设计是哪里念？哦，你要看，咱内底中心是小姐美女，哎，对啊，对吧？哎，而且美女心里有一个爱心跑出来。哦，安尼哦。哦，他为什么？这表示哦，他爱上了淡水，爱上了埔真空间。哦，爱上了淡水，爱上了埔真空间哦。那他为什么会爱上了埔真空间？哎，这个上面这个就是我们啊、台湾北部这个啊、这个名产的鹦鹉螺。哦，鹦鹉螺，鹦鹉螺的螺纹，哎、哦，那也代表的是一个拉花，哦、我们那个一般喝拿铁的拉花的花纹、哦。那你看它这个头发旁边是不是有个海浪？哎，哦、头发的下边跟后边都有个海浪的造型。哎，这就是来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淡水的浪花。哦，哦，这个设计。那在这边一个理念就是很简单，我们让这边所有的女士、女生、女孩。美女都会爱上这个地方。火山熔岩，这是那个 double espresso。哦， double espresso。这是 double espresso、嗯。那你在吃火山熔岩之前呢，倒进去之前，你要先用你的嘴巴直接喝 espresso， 先尝一小口，知道你的 espresso 是什么感受。OK， 然后你再倒进去，让这个热热的这个 espresso。把这个冰块、冰淇淋给融化哦，那或者吃吃看，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味道啊、这个味道呢，还包括呢，这里面是这上面是那个咖啡豆、咖啡粉，这上面是咖啡，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咖啡的香，还有咖啡粉的苦，嗯嗯，就吃得到。就是渡船头嘛，是啊是啊是啊，那、就是渡船头边啊。哦，所以就是要坐位只坐位站坐巴黎的渡船头口，渔人码头哦，巴黎左岸啊，都在这边坐。哦，好、哦、好、哦、所以有交通便呢。是啊，啊啊你若讲我要皇后号吼，单色公路嘛是拢来遮停，啊，那淡水就是停在遮。啊，所以就是来遮找这间，那个埔真空间的地方啦。是啊是啊是啊。